就是这件事情我要放在心上，但是今天的演出我很希望会还能来看表演的你们，就是我希望你们活得好好的，从这些音乐里面得到一些力量，如果看到身边有人需要你的话，就是伸出那只手。对，所以我今天要唱这首歌，然后希望他可以听得到。不睡。阳光明。
最后在唱最最最最后一首歌之前，然后我要先谢谢刚才已经谢过乐手了，我要谢谢今天所有的我的伙伴们，谢谢导演谭，谢谢灯光小美，谢谢视讯小夏，谢谢音控 Andy， 还有今天的 programmer 阿俊，然后一定要谢谢你身边的人，不管你们多好，你都要记得谢谢他们，不然你会觉得理所当然。在今天最后的最后这首歌之前呢，导演有小礼物要送给你们。对，就是刚刚有很多人就是上来得到了祈福光明灯，那导演跟我们的可爱的灯光师小美呢，希望给全场的人都有一个幸福的 ending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举起你的双手。我也要吗？好，三二一，走。得救了，这个你有感觉到吗？有，你有吗？有，你的表情看起来还好。好，接下来是最后一首。